晋唐咏，的确，主所背负的是我们的疾苦，他所担负的是我们的疼痛。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各位弟兄姊妹，我哋去到复活期嘅最后一个星期，今日星期一啊，咁神父继续喺星期一咧，会继续做呢、一个特别嘅弥撒，系为呢一个疫症嘅结束祈祷嘅。咁我哋嚟到天主嘅面前，又一次呼求佢特别系呢一台弥撒，我哋刻意地特定地去呼求尽快将呢个疫症嘅祸患带到一个终结，受影响嘅地方嘅人能够可以早日可以回复到正常嘅生活。我哋亦都祈求天主内心俾我哋一个平安，俾一个空间，依家腾空出嚟，再一次去拥抱主耶稣嚟到我哋中间，让我哋承认我哋嘅罪过，准备进入弥撒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认我在思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姊妹，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请大家祈祷。全能永生的天主，你是我们在各种危难中的避难所，我们在忧伤中投奔到你台前，我们怀着信德求你仁慈垂顾所有受苦的人，赐亡者安息，悲痛者安慰，病者医治，临终者平安，医护者力量，领导者智慧，并赐我们勇气，使能以爱德走近众人，好能一起光荣你的圣名。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成为一天主，永生永亡。阿们。攻读中途大事录。阿婆罗在格林多的时候，保禄走遍了高原地带后，来到阿弗所，遇见了几个门徒，向他们说：你们信教的时候领了圣神没有？他们回答说：连有圣神我们都没有听过。保禄说：那么你们受的是什么洗？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禄说：约翰受的是悔改的洗，他告诉百姓要信在他以后来的那一位，就是要信耶稣。他们听了，就因主耶稣之名领了洗。保禄给他们浮手，圣神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讲各种语言，也说先知话。他们一共约有12人。保禄进了会堂，放胆讲论一年3个月，辩论天主之国的事，来劝化人。上主的话，感谢天主。普世万邦，请歌颂上主。普世万邦，请歌颂上主。愿天主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愿仇恨他的人由他面前逃窜，愿恶人在天主面前灭亡消散，就像烟被风吹，蜡被火化一般。普世万邦，请歌颂上主。义人要在天主面前踊跃欢乐，他们也必在愉快之中加倍喜悦。请你们向天主歌唱，咏赞他的圣名，他名叫阿威，应在他面前喜气盈盈。普世万邦，请歌颂上主。天主常在自己的圣所内居住，
是孤儿的慈父，是寡妇的保护。天主给无靠的人避妥房屋，引被掳的人重获自由。普世万邦，请歌颂上主。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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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了，就该追求天上的事，在那里有基督坐在天主右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愿主与你们同在。恭读圣约望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那时候众门徒对耶稣说：看，现在你明明地讲论，不用什么比喻了。现在我们晓得你知道一切，不需要有人问你。因此我们相信你是出于天主。耶稣回答说：现在你们相信吗？看，时辰要来，且已来到，你们要被驱散，各人归各人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个。其实我并不是独自一个，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我给你们讲了这一切，好使你们在我内获得平安。你们在世界上遭受困逼，但放心吧，我已战胜了世界。上主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我们继续为这个疫症祈祷之中，我们也都是准备着这个圣神的降临。今天已经去到这个九日敬礼的第四日。我们是希望天主的圣神可以帮我们去抽出我们很多旧有的想法、旧有的做法，能够可以摆在天主、聆听天主、等待着天主的引导那里。但很多时候，在我们的复杂的人生的生活里面，我们周遭的环境不断的改变里面，很困难的这件事。香港现在那个社会问题，那个政治问题，又整到很多事，很多人很多撕裂的情况发生，很多很矛盾的事会问，究竟作为我们教徒应不应该参与呢？怎样参与法呢？怎样参与才是正确呢？很难三言两语概括地可以达到。就算不是讲那里，咁其余地方呢，好多有啲欧洲嘅人啦，澳洲啊、美洲啊、加拿大啊，咁都面对好多价值观上嘅冲击啊，生活上嘅冲击。我哋要等待圣神嘅指引，唔係话三言两语可以讲得清。但係耶稣许诺嘅圣神係话，喺我哋每遭受任何嘅困迫之中，而困迫係预咗嘅。困迫是预咗的，特别是当我们去想追求福音里面那个的价值观的时候，有些人会觉得很荒谬，甚至很多教徒现在觉得这么复杂的环境之下还用这一套呢，实死啊，实死啊，没用啊，就是香港有时候说非暴力有没有用呢，外国的地方站在这里去维护这个道德，会不会有没有用呢？好像没用啊，次次我们遇到啲不道德嘅政府嘅傾向嘅時候，安樂死啊，同性戀啊，呢家加拿大搞緊呢個係小孩子唔准去幫佢哋counsel 佢哋啊，去輔導佢哋，如果佢想轉性嘅話，咁呢個係直接或者間接咧，就算父母或者教會做咧，都會被檢控啊，好可能，咁好恐怖啊呢樣嘢啊，因為小朋友佢哋。是有一个岁数是去到十零岁的时候，他们是在这方面会有疑惑的嘛。哇，你抽起条筋，人家说转性他又转性，父母不可以跟他说你等一下先啦，
咁都可能會坐監喎。啊，咁呢啲咁多好恐怖嘅嘢嚇，嘅時候，我哋衝擊住話、啊，究竟福音仲 work 唔 work 㗎？呢一套即係仲好，仲有冇效㗎？咁，但耶穌話：世界會迫害我哋，但係看，我已經戰勝咗世界。佢究竟講緊乜嘢呢？點樣戰勝咗世界呢？第一個幅度呢，就係世界點樣變呢？黑與白、真與假、對與錯呢，係唔會因此變。意思即係話，多人做嗰樣嘢，唔會令到嗰樣嘢突然之間我哋去做嘅時候，又會傷害我哋靈魂，變咗唔再傷害我哋靈魂。呢個第一個幅度。以前致死嘅事情，唔會因為價值觀嘅改變，嗰樣嘢唔再致人死嘅，唔係肉身嘅死，係靈魂嘅死。有一啲嘢係邪惡嘅，係錯誤嘅，係人諗出嚟違背真理嘅，跟住去做，無論幾似乎幾應該都好，都係會致靈魂嘅創傷。如果甘願明知去做嘅，係會致永遠嘅死亡。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係最後，原來最後真正會釋放到我哋，都係要翻福音嗰度。耶穌話戰勝咗世界，意思即係話呢啲靈都係要救，而我哋嘅犧牲、在世嘅痛苦，最終耶穌都係贏咗個永生嘅位置俾我哋。咁仲有咩需要怕？仲有咩需要擔心？好多人所以唔明白個福音，唔接受耶穌嘅方法，唔能夠去堅持，好多時係因為俾在世會損失嘅事，包括我哋嘅生命所威脅到，在世我哋會損失嘅嘢威脅到，即係我哋仍然覺得在世嘅嘢係緊要過來世嘅嘢。如果在世嘅嘢最終係冇價值嘅，除了那些在世里面会去到永恒的，即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选择，我们有没有白白无私去爱去宽恕过所结的果实呢？如果是有其他的东西是牵制住我们，耶稣说我战胜了这些东西，不要做未战胜的人。我已经战胜了这个世界这些东西的束缚，因为我彰显了永恒的价值，永恒的福度。所以今日现世之中，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救灵，我们要帮那些在苦难之中的人，在被伤害之中的人，尽我们所能去提升他们的价值，去帮他们不要再被欺压之中，不要再被奴役之中。但是做这些最终都是帮他们能够得到内在的释放。所以我们在世要帮的穷人，要救助在不公义之下想伤害的人，要援助那些被错误的思想而去做很多伤害生命的堕胎安乐死这类似的事的行动的人，我们永远都做不完，我们要做，我哋要急切咁做添，我哋但系唔系纯粹令到佢哋停止，更重要嘅系帮佢哋内在知道更高嘅价值。咁点样可以做到？呼求圣神，首先系祈祷，第二求圣神去彰显究竟我有咩嘢可以做到。我哋真系想圣神、想天主喺我哋当中做嘢嘅时候，开始慢慢唔系睇住我。要保护自己，我不需要做咁多嘢，将啲嘢摆低嘅时候，然后真係去问边样嘢係最喺呢一刻面前天主安排咗我要拯救
灵魂的时候，天主就会跟我们讲话，这个是真的。而可能一向都跟我们讲，不过之前我们怕，我们认为自己不懂，我们不知道可以依靠天主的力量。所以我们继续去恳求，无论在哪个地方、哪个时代，作为基督徒，我们一直都是有很多困扰，这个不会改变，不会减少的。在世就是有这么多麻烦，耶稣已经许诺了十六章尾的时候，约望福音。但是他说用他的方法，我们就会明白胜利在哪里。而并不是很多时候我们眼见要那种胜利，而是最终的胜利是入到天国，不是摆脱，要彻底地摆脱在世 的困扰，摆脱不完。我们要做，但最终是帮这个、帮这个、帮这个、帮这个去明白更高的价值和福音的真实，而从中等他由内至外自己去转化，自己去认识天主。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让我们将我们的祷声带上，我们为香港的情况、社会的撕裂、政治上的矛盾、人心的失落，愿天主将他的光去照耀，推动每一个人的心，特别是基督徒，去寻找基督在当中他们的呼叫，圣神给他们的指引，而是做跟随耶稣的工作，在当中有如耶稣一样，怎样去活出那份的非暴力的见证，为公义，但也为建立社会，建立回人的尊严，建立回一个社会的一个有可能法治的方向。我们同声祈祷，求主抚平我们。我们为疫症当中受苦的弟兄姊妹，为所有在病毒之中、在临终的情况之中，为所有在有疫症爆发的被隔离 的居所之中，特别是老人院、安老院、监狱、那些临时安置的地方、给那些难民、给那些残疾人士的地方，亦都为前线的工作人员，愿天主赐予他们一切的保护和足够的资源和人手和休息。我们同声祈祷，求主抚定我们，为疫症的结束早日找到疫苗和治理这个疫症的最有效的药物。我们同声祈祷，求主抚定我们，为各地方在种种的价值观的急速的改变底下的基督徒祈祷，愿天主教导我们，无论何时何地受到任何的压迫底下，都不要灰心失望，都要勇往直前，活出福音的见证，在救灵的工作里面不屈不挠。我们同声祈祷，求主抚听我们，为我们身边所有的有需要的人，我们为他们代祷的意向，我们都呈上。我们同声祈祷，求主抚听我们。人子天父，求你收纳我们的祷声，帮助我们不是以单单我自己的想法或者最多人想的方法，而是每日能够找到时间去聆听你天主圣神给我们的教导。以愿所求是靠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
上主万的天主，赐给我们食粮，我们赞美你。我们将大地为人力劳苦的果实麦面饼呈现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饮品，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葡萄树为人力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现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品。各位弟兄姊妹，请大家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上主，求你收纳我们在这危难中向你献上的礼品，愿这献礼因你的德能成为我们获得医治及平安的源泉。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请举心向上，请颂感谢主，我们的天主。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藉着主基督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有助我们获得救恩。基督复活以后曾显现给他的全体门徒，又当他们瞻仰之际上升天庭，为使我们分享他的天主性，为此普世万民洋溢着复活的喜乐，踊跃欢腾。同时天上的掌权者和大能的天使都同声歌颂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圣圣圣，上主万有的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奉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上主天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当受赞美。你在我们的生命旅途上，常以信实的慈爱伴随我们。天主，你的圣子耶稣基督也当受赞美，他以自己的爱把我们聚集起来，并亲临我们中间，正如他曾亲临在门徒当中一样。我们深信，现在他正为我们开启圣经的话，并为我们擘饼，如同他为厄马乌的门徒所做的。所以我们恳求你，仁慈的父，派遣圣神圣化这些面饼和葡萄酒，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在舍身受难的前夕，同他心爱的门徒共进晚餐的时候，拿起饼来感谢了你，把面饼分开分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又拿起杯来感谢了你，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顺德的奥迹，
基督，我们传播你的圣死，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地来临。为此，至圣的父，我们纪念你的圣子耶稣基督，你带领他通过十字架上的痛苦和死亡，到达复活的光荣，使他坐在你的右边。天父，直到救主基督再来的日子，我们不断宣示你爱的工程，向你献上这生命之粮和祝谢之杯。求你垂视你教会的献礼，基督的逾越牺牲，使我们在分享你圣子的体血之后，藉着你爱情之神的德能，成为你圣子的肢体，从现在直到永远。上主，求你使教会在信德和爱德中日趋完善，并使我们与教宗方济各、我们的主教多默、辅助他的主教、全体主教、司铎、执事和你圣子救赎的所有人相爱合一。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目，好能看到别人的需要，并帮助我们以言以行去安慰那些受苦和负重担的人，使我们遵照基督的榜样为众人服务。天主，愿你的教会成为真理、自由、公义与和平的活见证，使众人相信世界总有更新的一天而振作精神。上主，求你垂顾在基督内安眠的兄弟姊妹和所有去世的人，他们的信德只有你知道。仁慈的父，求你引领他们进入圆满的复活，使他们得见你圣容的光辉。上主，在我们结束这现世旅途之后，求你接纳我们进入天国，与你永远生活在一起。那时我们将联同天主之母同贞荣福玛利亚、他的正配圣约瑟、全体宗徒和殉道者，以及所有圣人圣女，永远藉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光荣你、赞美你。藉着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内，一切崇敬和荣耀归于你，全能的天主圣父，给予你同体的圣神，世世无穷。阿们。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因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亡。阿们。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请大家互祝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领主荣。主说：凡劳苦和负重担的，都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安息。在我们日复一日在世界里面的种种的缠绕挣扎之中，最重要可以每日我们有恩宠可以做到的，就是同基督共用，捉紧祂，容许祂去启示、保护、引导我们，让我们真诚地神领圣体。我的耶稣，我真心传信你在圣体圣事内，我爱你超过一切，我渴望领你到我的心中。既然我现在不能实领你，请赏我至少神领你的恩典吧。我拥抱你，完全与你结合，像你实在到了我的心中一样，别让我再与你分离吧。请大家祈祷。上主，我们从你手中领受了永生的良药，求你藉此圣事因赐我们得享天上彻底的痊愈及圆满的光荣。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请大家俯首领受特别的祝福。上主，你是所有仰望你者的保护，求你降福你的子民，赏赐他们平安，护佑他们，使他们脱离罪恶，免遭敌人的伤害，并常常存留在你的慈爱之中。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愿全能天主圣父、圣子、圣神的降福临于你们，并永远存留在你们当中，阿们。弥撒礼成，感谢天主。向圣尼亚尔总领天使祷文。圣尼亚尔总领天使在战争的日子里保卫我们，免我们陷入魔鬼邪恶的阴谋和奸诈的陷阱中。我们谦卑地祈求，但愿上主谴责他。上天万军的统帅，求你因上主的威能，把徘徊人间、引诱人灵、使其丧亡的撒旦及其他邪灵抛下地狱里去，阿们。我们的慈悲串经今天会继续是为在疫症之中受苦的弟兄姊妹，尤其是远离天主的、未认识祂的、未知道祂的慈悲是可以这么容易可以拿到的，亦都是为临终的弟兄姊妹，或者过往这一日
因为这个疫症而去世的弟兄姊妹，为他们的永福祈祷。今天也为我们身处全世界每不同的地方，各自所经历我们身边的种种的忧患，无论是香港的问题，无论是很多我们身边其他国家的面对的对教会对福音的迫害，那个的摒弃，种种的破碎，我们都藉着这个慈悲全经献到耶稣面前，祈求他去救助、领导、指引我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我信全能的天主父，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和他的唯一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因圣神降临，由童贞玛利亚诞生，就搬着比拉多时蒙难，他被钉十字架死而埋葬，他下降阴府，第三日从死者中复活，他升了天，坐在全能天主父的右边，他要从那里降来审判生者死者。我信圣神圣义公教会，诸圣的相通，罪恶的赦免，肉身的复活，永恒的生命。阿们。永生之父，我把你至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因他的自卑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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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生之父，我把你至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因他的自卑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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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生之父，我把你至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因他的自卑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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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生之父，我把你至爱之子，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因他的自卑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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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生之父，我把你至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因他的自卑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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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圣天主，至圣强有力者，至圣长存者，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至圣天主，至圣强有力者，至圣长存者，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至圣天主，至圣强有力者，至圣长存者，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主耶稣慈悲的君王，我信赖你。主耶稣慈悲的君王，我信赖你。主耶稣慈悲的君王，我信赖你。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